哎，我是不是砍到我自己了？会 TK， 原来会 TK 队友。我想把那个桶子打掉，我把村民也一起打了。村民？问号问号，死了就不用保护了。 我们现在就是我们的铃兰之剑的游戏界面，因为铃兰之剑是8月8号上的新游戏，所以现在有我的专属兑换码，有要玩的可以输入我的专属兑换码 RUROROO， 有限量的，换完就没了，所以可以赶快，如果有要玩的话，可以趁现在开服有很多福利的时候可以来玩一下。然后这个游戏就是它是一个战棋的，前面会有一个一段一小段新手的教学跟剧情可以看。 画面也是非常的精致，很漂亮。然后还有重点是还有很多漂亮的角色可以抽卡。那这个就是展示给大家看的，它里面有很多的角色，颜色比较特别的，有这种彩虹的，就是等级比较高的，类似 SSR 等级的。这个是有加倍的，帅哥。然后这个有电脑版，所以你们可以去官网下载电脑版，你就可以用大荧幕玩了。除了双平台也有电脑。 那前面大概跑几分钟就可以有手抽、实抽，可以抽。这边会有三个可以选择的，它这个是有搭配一些像是卡那个塔罗牌。我们前面就是可以从愚者的旅程，愚者的旅程比较偏向主线，就是可以从这边推关，然后收集星星，解锁一些关卡，还有一些模式，然后还有剧可以看剧情。 交错的世界就是会有一些，要把主线的一些关卡推到指定的进度之后才能解锁。它的风画风都很漂亮，看像这种很可爱的那个像素风，而且它的火焰特效也是做得很好。好，那我们就来推一下看看《愚者的旅程》，推一个主线让大家看一下。那这个就是有点像是战棋，右边这边有属性相克。 就是绿色克、蓝色、蓝色克、红色、红色克、绿色，蛮直觉的，不用说还要背。好，首先是我们先行动，那我们就可以点一下，这边下面有蓝色格子，就是我们可以走到的地方，看你要移动到哪里。好，接下来换我，还我们行动，还打不到他们，所以我们要移动一下。啊！我怎么被打下去了？哪里？他会被推到水里耶。 是我今天也是第一次玩酷，对啊，他有地形杀，哎，来看一下这一只有多强，哇，他打得到这么远哦，他的攻击范围蛮大的耶。哇，他攻击范围好大、哦，大姐的普攻可以击退，<笑>我被推到海里的那个救不起来了。像这个就是有克制的，它就会有一个箭头往上，表示属性有克到，红色克绿色。 哎，我是不是砍到我自己了？会 TK， 原来会 TK 队友，那真的要小心那个站位。TK 就捡精华，我刚刚有 TK 一下。哎哇，刚刚刚好触碰到那个炸药桶，然后就把它烧死了，所以要善用一下地形，还有它上面的道具。<笑>我想把那个桶子打掉，我把。 村民也一起打了，我想说那个桶子打掉有什么东西吗？村民问号问号，死了就不用保护了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抽卡，抽卡的话呢，我们要选邂逅，邂逅就是抽卡，它的抽卡画面很漂亮，就一样也是很像那个塔罗牌的。哇，你看这个 3D 渲染，哇！ 漂亮哎！你在玩什么大作 RPG 游戏？保底机制的话，我记得是现在加倍有这两个卡池，就是传说的50%，有一半的几率会抽到这两个的其中一个。然后如果抽到200次的话，一定就可以获得还没有拿到的，也就是大保底的意思吧。200抽大保底，你看他抽卡很漂亮，你看。 有很多卡牌、审判，然后塔，然后还有很多影视。
倒吊人女皇。好，那我们就准备拉了，我们找一个拉力量好了，往下拉啊！哇，例会都超漂亮，然后这个像素也很可爱。叮！哦，史诗的光有，如果出到传说的话，那个光会不一样。我们再抽抽看，看有没有机会来个 SSR， 应该可以，应该可以。我看看，哦，再给它拉下来，哇，有没有光 ？Nope。刚刚有采光吗？这是精英，不是石狮。命运之轮有没有采？没有，这好像是金的。金，再来个彩，有成就解锁了，什么意思？抽到好的了吗？难道已经决定好了吗？啊！这光是不一样，哇，这是彩光吗？被成就剧透，真的哎。哇！抽到了小魔女。它攻击范围好特别，它攻击范围是临近的四格，没有办法。它打哦，那是抽数的成就，不是出彩的成就。可是刚好也出彩了206次。哎，这边它会帮你统计耶。哇，它蛮透明的耶，它帮你统计说那个邂逅率有几趴，因为 SSR 的那个传说的出卡率是2%，所以平均下来刚好也是差不多2%。好，那我们就把它抽完好了，再看有没有彩。哎、欸，我又有了吗？哎、欸，我又一个。哇，这游戏很好抽，看到了吗？之前录那个短片的时候试抽也是很好抽，几乎好像50-40就出了。好，这就是铃兰之剑，然后大家记得可以用我的兑换码，可以输入 RURORO， 有限量的虚宝可以换哦。听说他们制作团队就是本身就很喜欢像素风的，所以他们你看他们像素的人物做得很精致。你看他这边还有那个光影，他的 3D 渲染做得很好。好，感谢大家，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赶快来试玩一下铃兰之剑，然后可以用我的专属链接。